买卖跑题，今年春晖不公平，大家上当受骗了。你说什么？几人呢？啊，今天出这题啊，就我这水平也能考个举人，那可要恭喜刘老爷了。哎，几人，你记得吗？你曾经说过啊，我考上举人，你叫我一声爷爷。等你考上再说吧。成龙一定会考得很好。我已经用你借我的30两银子买到了考题，而且还拿到了殿下的证据。这份考题与今天的考题一模一样。成龙干什么去了？你想干什么？你们必须停止今天的秋闱考试。停止秋闱考试，后果多么严重，知道吗？你指什么后果？今年的秋闱恰逢康熙皇帝登基，其实是一场皇上恩赐给全国学子的恩科。你想停止恩科考试，你真不想要脑袋了，快回去。如果照你这么说继续考下去，后果就不严重了吗？学政大人，不好，成龙要惹祸，他要出差。学政大人，学政大人，成龙，学政大人，周大人，快去找白富美，白大人，快去，走，快。我有重要的事情向你禀报。任何事情都不要在考场里讲，你先出去，有什么事儿一会儿再说。现在有人公开买卖考题，这样的事情难道不能在考场讲吗？有人公开买卖考题，今年春晖不公平，大家上当受骗了。你说什么？有人公开买卖今年春晖考题？无稽之谈。学政大人，我有证据。你无端取闹，扰乱考场，小心我治你的罪。谁买考题了？就是谁买你考题了？谁买你的考题了？没有啊，你这不是影响我们考试吗？就是影响我们考试呢。瞎说呢，轻轻松松中个举人，也算是光宗耀祖了。是啊，我认识你，你就是买考题的其中之一。你能把《论语》为证？当着大伙的面背下来吗？如果你能背出来，我就承认你是读书人。背出来！学子们，这里是大清皇上和朝廷为国家选拔人才的神圣之地。贡院门上写着“为国求贤”4个大字，能够进入贡院的，我们每一位学子都头顶着五顶红衣帽参加科考。通过考试的合格者，一经录用，就会插上顶戴花翎，为国家、为朝廷效力，为百姓效命。所以，绝对不允许有丝毫的虚伪。我手里拿的这份考题，是我花了20两银子从贡院医馆买来的，它跟今天的考题一模一样。这种公开买卖考题的行为是肮脏无耻的金钱交易。如果让那些不学无术之徒混入官场，那就是从根本上破坏了我大清江山社稷的基石。给我抓起来！
南朗天宫，放开他！康熙皇帝，放开他！什么？放开他！绝对不允许你们胡作非为！放开他！大人，不会饶恕你们！遵旨，大人，绝对放开他！你们放开他！胡作非为！放开他！遵旨，大人，什么？什么？放开他！学政大人，把他给我绑起来！你站起来，你是否能够当堂指认那个授予你考题的店小二？回府台大人，草民能当堂指认。好，你即刻去指认。验证他的指纹。府台大人，我所看到的指纹与这张银票上的指纹完全吻合。奸商，你与谁串通盗取考题，又将考题授出，还不如实招来？不，大人，不是我盗取的，不是我盗取的，不是你盗取，那是谁盗取的？还不如实招来？是他，是我们掌柜的。你胡说八道，血口喷人，放肆！是他，就是他，还不快招！我交代，我交代，公院医官所有考题全都是，全都是，快说！我这全都是郝清白，郝清白，郝大人，他私下将考题交给小人，授题所得银两，我们只得小份，大份全归郝清白，郝大人所有。